很在乎我自己的音乐，竟然被我自己唱成这个样子。因为现在只有我跟薛之谦两个人，我觉得我们心里已经很难受，但是我们不希望他们。要揍我吗？要不要揍我吗？我没揍你吗？叫你们不要揍我吗？我也真难看。不要娘娘腔。